勇教练，我要怎样才能轻松在水里游不浮起来啊？你说的不就是潜泳吗？我们要学潜泳，首先第一步就怎样能够潜下去，第二步就怎样能够保持在水底下游进。怎么潜下去？教你两个方法。第一种，向上起跳，靠重力让身体下沉，然后双手向上划水，夹于耳后，再用力蹬墙出发。第二一种，在游的时候，双手向下指，同时蹬脚向下游，再加上划手，你就成功的潜下来了。第二一步就是保持在水中游进，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双手要向后向上划水，才有足够的力量向前游进，保持你在水下。这里我们在划手的时候脚不能动，手臂向前收的时候再慢慢的进行一个收脚，手臂伸直的时候再进行一个蹬脚的动作。学会这两步，你就已经成功的解锁潜泳了。东山